先扣100個人頭。老闆，未買。疲惫。啊，得啦，食光佢啦。冚到頭都算啦。係咁噶啦，老豆叫我扣100個，我扣咗10零。翻轉頭仲要扣埋嗰80幾。嗱，入邊開始啊，人就開始入嚟啦，工作人員，工作人員開始入嚟，李家唔該。嚟啦，各部門嚟啦，進入嚟。不舍得，不舍得，我不想离开了。外面风大雨大，还是你家好。我现在要游览一下。好，我不舍得，真的不舍得。哎，我哋坐下李小龙张床先。我哋又影张相啊。系啊系啊，唔好急。哎，嚟啦。咦，老板见啦。